11月23日，电视剧《醉玲珑》爆出一组众皇子盔甲造型海报，陈伟霆、徐海乔、高以静、龚俊、张赫等以符合自己形象的铠甲亮相。据悉，为了还原真实心境，每一位皇子的盔甲都是根据他们的性格纯手工量身定制。陈伟霆饰演的四皇子袁离深沉隐忍，心怀天下，铠甲则内敛带着阳光的一面。徐海乔饰演的七皇子袁湛温文尔雅，才华横溢，用了亮银色亮片拼凑。高以静饰演的太子袁浩则是象征皇家的金色盔甲，做工相当复杂。龚俊饰演的十一皇子袁彻，一身纯黑盔甲则由真皮材质手工切割并雕刻花纹后铆制而成。张赫饰演的九皇子袁明邪魅暗藏野心，而盔甲以铆钉代替传统甲片。而作为玄甲军的统帅，陈伟霆在剧中也将有大量的动作场面。导演表示，伟霆的功底很好，可以一气呵成地完成很多高难度的动作，看着很过瘾。芒果拉新闻，大制作加上高颜值的主演，拉拉真的十分期待。报道。